好，有学员反映说要 PDF 的删除与编辑哈，合并。那在教材里面有一个这个 PDF SAM Basic Pro， 这个是免安装版。那由于网络上的那个版本，它会做一点额外的包装，所以我就把它处理了一下。你下载了这一个 ZIP 档，然后到你的下载区域，找到下载的这一个档 PDF Basic， 这是一个 ZIP 档。好，我们来看一下。它显示的好，这是一个 ZIP 档，按右键用 Send ZIP 解压缩，那它会解压缩成一个 PDF 这个资料夹，那里面有一个 PDF 这个，直接点两下，好，那它需要 Java， 所以你这一个你的 Windows 要把 Java 装好。好， Java 安装完了，那我们再来执行一次。那这一个至于 PDF SAM 这一制程是怎么用，那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合并、分割、旋转，这边都可以。那在 Linux 下我们是使用 PDF Shelf 这一制程式，那由于 Windows 下它并没有提供，所以我们就建议用这个比较转一下，比较另外的处理方式。